你看看，这多少是酸甜度给你掌握的，还人家婶儿接这个戏。接着咱这行这鸡腿咋整呀？我说老宋头，哎，好吃。叭叭叭叭叭啥呀？董事长给领屋睡觉呢，你吵吵吧呼。再说了，老宋头，你现在这么不懂规矩了，人家董事长没出来呢，还没等动筷呢，你夸哧夸哧先照着。哪那么些规矩？咱都是一家人。 咱就说这人菜的色香味那俱全了，你过去你也炒菜，你看你那土色切的，出一块皮一块的，你看人家腿啥的，像个腿样。哎呀，对不对？人家坐着吃吧。我上厨房吃去。那么外头干啥呀？那在这院里还得生活，这不一天两天的。没事，你坐着，你大哥家你怕啥？这家伙真能套近乎，一口一个大哥，大哥叫的还挺亲呢。我去叫董事长吃饭吧。没事，让多睡会儿呗，难得多睡会儿觉。对，他休息呢，你坐吧，坐吃饭呢？哎，妹子，你咋来了呢？啊，我找老根有点事儿。啊，他在里屋休息，你找我陪你去。我说你早晚露馅儿。 老根儿，老根儿，韩冰妹妹来了，嗯，什么呀？韩冰妹妹来了，找你有事儿。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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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吃饭去了啊。喂喂，困了。晚上没睡好啊？哎，啥时候回来的？早都回来了。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秤杆子，带着一伙村民来找我，说是山庄容不下他们了，说二奎呀，要让他们搬出山庄。因为啥呀？想把公寓呢收回来做客房，接待会员。公寓做客房，那山庄不有宾馆吗？山庄宾馆不没盖完吗？暂时接待会员不是有问题吗？所以二奎呢就想了这个办法，先把那个村民呢暂时都搬迁出去，给他们安置一个地方先住下。那村民能干吗？所以他们不干呢。现在好多村民和员工都罢工了。罢工？啊。你说起二奎这事儿干的，我觉得有点真是有点欠妥当。这哪行啊，你这不胡整呢吗？不够住就先会员就先别来呗。这不涉到山庄的经济问题收入吗？扯不扯呢。另外还有个事儿，就是前一段呢，二奎呢跟那个秤杆子因为接散客的事儿还闹了不少误会。闹啥误会呢？因为那个秤杆子和大伙发现呢，有不少散客想上咱山庄里玩，完了呢不让进，他们就觉得呢这是个机会，想呢通过这接待散客呢给山庄挣点钱，做点好事儿，完了就把这事儿就找二奎跟二奎说了。二奎呢就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给自己赚钱，平时他们也不好好干活，就没答应他们。秤杆子他们呢就自己干起这件事儿了，就寻思我们接了散客挣了钱往山庄交，想给山庄做点贡献，表现表现他们自己。这不好事吗？二奎不信呢。他们有账吗？他们有账啊，他们每笔收入都记在账本上，而且把这账本还让我看了。啊，确实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给山庄盈利。是啊，不行就上医院嘛。没事儿，刚喷完药，一会儿就能好。我看这病挺严重啊。那个小月，对不起啊，姐真不知道你狗过敏，姐真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对不起就完了。对不起就能不过敏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拉倒吧，平时就跟人小月别别扭扭的，还用你送礼物了，装啥好人啊？我过生日送礼物，我怎么了呀？
我哪知道小月狗过敏呢？可别说话。廖丸子，我得说那两句，我就不相信小琴是故意的。你现在想法有点太偏激了。小琴能故意去害小月啊？我宋老蔫也教不出来这样徒弟。对哥，你错怪我姐了，她还没想到狗能让我过敏呢。师傅，这次小月要去不了，我也不去了。怎么的，说不了你啊？公司定的事儿，你说不去就不去啊？你是干啥的啊？我还活着呢，你不去就不去。对哥，你去你的，别耽误比赛啊。姐，你别哭了啊。小月，对不起，姐真不知道你够过敏，要不然姐说啥也不带送你狗的。我知道姐，没事，我两天就好了，别放在心上啊。你别那么说姐，她也不是故意的。不行就上医院看看啊。没事，我没啥事，我先回去歇会儿去吧。我陪你。你不用我带他去看看，走。对，我俩回来躺会儿，没事啊。你给我站着。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还说人小琴是故意的，你伤不伤人呢？这事儿就明白。你别搁那瞎说。那小琴能害小月啊？你这么说，人小琴能得劲吗？你光说人家吃素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有点偏，有点往这边偏。你赶紧给我回正道来。说你想去就起去，你说不想去就不想去啊？那是你定的事儿啊。整不了你了，你我。啊，喝茶，韩姨喝茶。哎，好。啊。我听说你要马踢了。没事儿，爸，就踢一下，碰一下。咋踢的？不老实呗，给我踢了。你脾气还没马大吗？咋还让人踢了呢？那不太听话。是不是搁俄罗斯买的？俄罗斯纯血种。你说你娶了一个俄罗斯媳妇儿，退了，这整个马要搁这骑，你说你想咋的你呀？你是不是搁那女的手买的，花高价？你说啥呢，爸？真的？你要以前冒死，你看我要查出来。哎呀，你别绕弯子，是不是有事儿啊？刚开始整这马我就不知道，他的哥也不知道，你说他就跟胡整，就整四匹马。那不是我整，人总部整的。踢得好，没把你踢废了。这韩姨，你听我话说说。我还听说你们怎么的，把孙明都撵出来清走，要给什么会员什么住啊，还是啥呀？爸，那不叫清，那是搬迁。你说搬迁就搬迁呢，理由给我。现在这个酒店没建完，游客太多，住不下了。你跟谁商量了？那总部的意思啊。你别老总部总部的，你拿总部老上家吓唬我们干嘛呀？我们是大队部的人。你总部总部的，我告诉你二回，这些年龙泉沟经营，我跟老百姓是有感情的，你大哥他也是有感情的，跟咱家没少吃苦。咱家说干啥，人家就跟他干啥。说把房扒了，扒了扒了吧，完盖公寓，盖就盖吧。完说给人撵出去，我看你撵一个。我告诉你二奎，金客呢，你无论做啥决定，我呢都可以通过，唯独这件事儿，我是坚决不同意。咱们创办这个山庄，等等一切，不就是给村民们创造幸福呢吗？过上幸福生活，让他们幸福快乐吗？是幸福快乐。那山庄不扩大，没有钱咋快乐啊？你没回来，我们照样也都挺欢乐的。不不冷冷的，你这件事啊，给我打住啊，指定不行啊！告诉老百姓，谁也别动。行，了得！你还要不说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过去这些跟我这些老人处挺好，现在都抹不开来找我来了。
你搁那私自就定事儿，你还叫玩意儿吧你？他不是那事儿，爸，他不为了山庄扩大吗？没地方，你们领导班出去，把办公室倒出来，给游客。那早都倒出来了，那也住不下呀吧？住不下，游客先别来。你这么说的话，那咱这山庄还能干了吗？我告诉你，我过两天就搬到舒适的。是，我看你动一个，把你正好，你跟他们出去住，外面风景比这还好。那你二奎，你看他们，我告诉你，你就是欠揍。孩子，我跟你说话一点也不注意。告你啊，爸打你我可不管啊，你听爸的不就完了吗？你到底想咋定？听，爸你说，你说咋办？韩姨，你说两句来。你就是大哥，来听我说啊。现在呢，他们俩你也别说了啊。孩子这么做呢，有他们的苦衷。我觉得咱们先找一下宋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好，行不行？你把那个宋什么，他那个什么佳佳，他不代表吗？让他来。你说找就找啊，爸呀，人在国外呢。你看你这老撒谎，宋佳佳不上医院看你去了吗？你老骗爸干啥？你。是你是真不怕事儿大呀，还是咋的？爸，再说你非得整个鸡飞狗跳的吗？我谁不给整鸡飞狗跳的？能不能把他叫来？你叫。行，能叫。把算了，我跟他聊。李部长，事情我都已经问清楚了，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也不用再跟我解释什么了。宋总，我也真不想跟你解释，我也不想推脱责任，我确实是没办法。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说说，你来山庄这么长时间了，这儿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山庄跟村民之间的感情不简单。你说说，你给刘总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啊？这不明显在激化咱们公司跟村民之间的矛盾吗？你是怎么想的呀？宋总，你还问我咋想的？那咱们公司是咋想的呀？这明知道咱们工期没有完成，这山庄里边会员根本就安置不下来。那我帮刘总出出主意，要安置一下会员，我也是为了咱们公司的形象我才这么做的，我也没有错呀。你现在是在怪公司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完全是为了工作，我根本不是个人想法啊。工期的问题是当初咱们筹备项目的时候都已经充分考虑的，是你一拖再拖，才导致今天这个局面。你不但不承认错误，还把问题怪到别人头上。这怎么能也不是我拖的事儿啊？那连雨天一下就一个来月，那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行了行了，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回去听候处理吧。苗苗，你爸不是让你回队里吗？你怎么还没回去啊？你特希望我走是吧？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你不能走。我要走也是带我爸一起走。你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来告诉你，我爸想跟你离婚。离婚？对呀、啊，你俩这两天就赶紧把离婚手续办了。离不离婚也是我们大人的事情，你不用操心这个。大人？你是大人呢？我在你爸爸那儿论，是不是也是你长辈吧？你别跟我套近乎了，还长辈？我跟你叫妈，你敢答应啊？不是你怎么说话的，苗苗？我怎么说话呀？我应该怎么说话呀？你太没礼貌了吧！我告诉你啊，我本来是想好好跟你说，啊，客气对你，但就那天在你家，你妈那样，哎呦我的妈！我爸比你妈都大，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凭啥呀？我爸那小体格子就让你们这么牵的呀？上次是我妈脾气不好。但是我们全家没有亏待过你爸爸呀，我告诉你啊，就看你妈那样，你也好不到哪去。我爸跟你过呀，死得快。你这么说话太过分了吧，苗苗？怎么过分了？有好多事情我们不想跟你说，因为你太小了，你不理解。我不理解，还太小了，一口一个小，你就像你比我大多少似的。哎呦我的天！我跟你讲啊，就你家那状态，我肯定不可能让你跟我爸再过下去了。这婚必须得离，你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我们凭什么非要听你的就离婚呢？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爸不能生孩子？我爸那是不想跟你生孩子。你爸不想跟我生孩子，都是因为你，你不知道吗？我爸当然得因为我了，我是我爸在这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女儿，不因为我还因为你呀、啊？
你以为你是谁呢？苗苗，本来你爸跟我说不想让我告诉你，但是你太过分了。你不是你爸亲生的，你搁那胡说八道啥呢？你回去问你爸爸。哎呀，我爸他妈说的像真事儿似的。问你爸。哎呀，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快一年了，老根叔。说起来我还挺惭愧的，应该经常来看望你们的。你忙，我不挑。那我给你沏杯茶。哎，坐都烫完的啊。哎，谢谢老根叔。你过来呀，跟你商量点事儿。爸，给我倒一杯呗。你可没长手啊，我给你倒一杯。自己来，再给你倒点。就啥都不能欠他的。老根叔，其实来的路上呢，二奎总经理已经把情况简单的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们集团决定的。我认为搬迁的事儿应该马上叫停。因为首先呢，是我们管理层出现了问题，是我们耽误了工期，导致了这个情况。再就是会员的分派工作跟总部沟通的不及时。第三吧，就是我们二奎总经理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呢，有一点小欠缺啊。跟村民们闹成这样呢，这里边跟李部长有很大的关系。李部长是谁呀？总部派来的。这个李部长吧，他不但没有让二奎总经理跟总部沟通好，反而呢还激化了他跟村民之间的矛盾。所以他的问题呢，我已经向总部汇报了，并且呢已经将他停职，回去听候处理。宋总，这个李部长也是为了山庄。这个呀，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对，太扯了。没有，这件事呢，说到底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今天呢也代表集团向两位老董事长和全体村民员工道个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的错误。哎呀，你看看你听听。宋总啊，哎，韩姨，你刚才那番话哈，确实让我很感动。我和我们老董事长啊，因为这事儿啊，真是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看你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真是太好了。那就好。这及时改正错误呢，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苗苗，你能不能不胡闹啊你啊？走，走！我今天必须跟他把……你不胡闹行不行啊？今天必须跟他把婚离了。我胡闹吗？就你那媳妇儿说我不是你亲生的，这么恶毒的女人，你能跟他在一起过吗？今天必须把婚离了。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爸，您老糊涂了吧？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么选我，要么选他。你要媳妇儿还是要女儿，你自己定。你回来，苗苗，你干啥去啊？这个山庄啊，经营的这么好，我们好像是丢掉了一批客源。你们京客定一个制度，说是都是会员制，不让散客进。这一点呢，我们不是违反规定啊，能不能想办法把散客经营起来啊？这个就慢，你先你听我说完，我是跟宋总汇报的，是吧？宋总啊，哎，刚才我们老董事长的意思啊，是这样，我们呢办山庄的时候啊。是为了让村民们一起致富，然后呢，我们这个企业没有村民参与呢，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真是寸步难行。希望宋总多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和我们山庄的发展前景去考虑考虑。相信他们，他们也想做好事。这个老董事长，你和大家伙的意思呢，我明白了，但这事儿吧，我自己也做不了决定。还是得向总部汇报，但你放心，也别着急，我一定会积极努力地促成这件事儿。那太好了。
老贵儿还要汇报是吧？宋总，还得跟总部说是吧？确实是这样。他这大公司都有程序，他不像咱这我一拍手就定了。孩子，我哄睡着了，你吃点饭吧。不吃。吓我一跳！你饭桶，我一天就吃吃饭。那你也不能老成天这么生气呀、啊。为什么？谁呀、啊？呀，小茹来了。啊。我妈呢？你妈在屋里呢。那小茹来了。坐。啊。你还生气呢？我怎么不生气？我不生气啊！瞅你这嫁了个什么玩意儿、啊？找那么大老头子啊，又带个女儿回来，他不就是个大骗子吗？你说你贱不贱你？不是妈，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说啥说？我告诉你啊，明天去民政局，你赶紧给我离婚，别过了。你看离什么婚？离婚？离婚有啥好处？我动不动离婚就离婚呢？你不得听孩子把话说完吗？你不想过呀？你不过咱俩离，都别过。不是妈，你让我把话说完不行吗？你还说啥啊？你有什么可说的啊？你听我说，妈，你先别激动。苗苗是老丁的女儿，但她不是亲生的。你说啥？不是亲生的啊？你可真会编啊！你就是让老丁给你洗脑了，人家说啥你信啥啊？你去编小品去吧你。不是，但是你别说，你小茹到底是怎么事儿？就是苗苗在一岁的时候，他的父母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临终前就把苗苗托付给了老丁。老丁想让苗苗有个快乐童年，就一直没告诉他，就一直这么多年他也没结婚，直到遇到了我。哎呀妈呀，这俩编的，你真会编呢你啊！这故事编的，真的我不是编的妈，你相信我，老丁真的是个好人。你信呢？我信呢。那小茹那是你孩子，他啥时候跟你撒过谎啊？那小茹，你怎么早不说这事儿呢？老丁没让我跟任何人说，但是现在也瞒不下去了，就说了。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来，你瞅我眼睛说，是真的吗？老丁啊，是教师，你知道不？我相信他能干出这事儿来。这事儿做的也太伟大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啥呀姨妈呀，还像演电影似的呢。如果这个事儿要是真事儿，这个老丁还真是个好人。你把老丁给我叫来，我当面给他认错。我这个人虽然厉害点，但是我讲理。你给老丁打电话，给那个苗苗给我叫来，好不好？我当面认错。谢谢妈。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这是好事啊。如果这个事是真事儿，老丁这个人还真是个大好人。你呀、啊，也没嫁错人。咱们啊，得跟你老丁学学。行了，别哭了。你父母在你一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要求我要告诉你真相，让你快快乐乐的长大。现在你长大了，你有权利知道真相。苗苗，你是大人了，你要学会接受，学会承担。老陈的小梅，我把你们的女儿带来了，我知道你们也很想见见她。咱们的苗苗可漂亮了，可懂事了，可优秀了。老陈、小梅，你们九泉之下也应该放心了。你永远是我的女儿，是爸爸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只要爸爸有一口气在，就不会丢下你。
爸，爸爸，对不起，别哭了，好，好，好，去，我给你，给你爸，给你妈上炷香，啊。今天来参加会议的有咱们山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村民代表。另外，我还特意请来了咱们的老董事长韩姨来参加会议。下面，咱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姨为我们讲话。好。今天呢，我本不应该来参加这个会，因为我退休好多年了，但是。今天我受咱们老董事长老根的委托，作为顾问的身份来列席这次会议，也是想给乡亲们一个交代。在座的都是我们龙泉山庄的村民代表，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搬家。苏总，你来说吧。韩姨，还是您来宣布吧。那好，我给大家交个底，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呢都是一家人，绝不从山庄搬出去。哎呀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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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建山庄的时候，那是困难重重。要是没有咱们父老乡亲们的支持，就没有山庄的今天。老根和我建山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过上好日子，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确实，因为村民搬迁这件事儿，我跟两位老董事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且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管理层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得当，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我今天呢，代表金客集团，也代表我自己和管理层，向大家郑重的道个歉。不用道歉。不用了，这这么大的老总还给咱们道歉，你说，哎呀，这都够意思了。哎，够意思了。宋总啊，要说道歉呢，我也应该道歉，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有责任的，是吧？我的责任呢，就是没有阻止他们犯错误，是吧？我提议对相关责任人要进行处理。是，您说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也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之前调来山庄负责大酒店工程的李部长，他因为工作不力，在跟大家伙的沟通过程中，方法和态度都有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他也调回总部停职停后处理。接下来我们会派来新的干部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我也会留在山庄跟大家伙一起。好，师傅，去你办公室没找着你，你换这儿了？啊。那个办公室太大，旷，浪费资源。公司指哪，咱就得打哪。这小屋多好，聚气。师傅，你找我啥事儿啊？坐着吧。我不坐了，我站着就行。我有这么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子。关于比赛这个事儿，经过内部选拔和公司领导决定。师傅，你别说了。
是不是让药丸子跟小月去，没有我？你也太聪明了。嗯。但是呢，你呀，千万别闹情绪。这药丸子呢和小月去呢，也是代表公司。这段时间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你的业务确实被那俩落下了。师傅，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想到了，我确实应该检讨我自己，这段时间没把业务放在心上。不过师傅你放心，我已经想通了，我们仨是组合，他俩能去比赛，不就相当于我去了吗？他俩要是能拿奖回来，那不也是我的荣誉吗？是不是师傅？啊，你真是这么想的啊？嗯。那你进步也太大了。都是师傅培养教育的好。那行了，没啥事儿，你回去吧。我输了。为他俩加油。加油。这孩子真长大了。那咱们就进入下一个议题，是关于山庄接待散客这件事呢。大家的想法我已经充分了解了，也已经向总部汇报，总部对大家的想法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们正在讨论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对咱们山庄现有的会员机制造成不好的影响。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山庄好，一心为公，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呀，宋总一过来呀，这好事一番接一番，以后你就别走了，就在山庄待着得了。对于山庄来讲，以后有点什么好事谁也做不了主，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对，山庄欢迎你。那各位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阿姨，二奎，你不想说点什么？没啥想说的，我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大家好，山庄发展好了才能幸福。我爸不说了吗？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哼，山庄要是不发展的话呀，那就是穷欢乐。我的出发点没有错。宋总，我看咱们会议到这儿行吗？好，那今天就这样，散会吧。哎，哦，对，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吧？还行。走了，大人。不听话是吧？这回知道怎么回事了吧？啊？你别啥事儿得听听别人劝，啊！搁这不走，等候处理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脚踏
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走好人生。